到奖金5000元呢、啊！1000块！加油！加油！1000块！有！你的高雄县是飞碟球王的，我有家己的球跟球鞋呢。飞碟球最高纪录200，没有06啊，你会不会去丢一颗飞碟球给大家看？好，对，来小肖加油！你无后顾之忧的随便乱丢，小肖加油！你能丢到26的球道都没有关系，太远了啦！加油加油加油！是帅！加油！球能否为自己争取到5000元的奖金嘞？千万别走开，待会儿就告诉你喽。对啊，小肖加油！好，你无后顾之忧的随便乱丢。小肖加油！你能丢到26的球道都没有关系。太远了啦！加油加油加油！是帅！加油！对对对，我要跟你们讲，没有办法，因为呢，我没有办法拿，就是因为飞碟球有它的洞，你知道吗？它跟一般的球是不一样。没关系，我知道，要三个洞，对，我帮你拿来。来，你看，这球洞好了，5000块。哎，我是以帅为目标啊，冷静，不傻，快点放下套。
你打几个我就写几个，快点。那我打几个你讲。好，你就打五瓶，平均分配一人五瓶，好不好？一人五瓶。你要打一边，一边。如果我知道的，他讲说五瓶，你就再打十块好了。他那么厉害啊！然后你看五球，你看那个球到正面。我知道。啊，不是，我觉得啊，因为你的失恋才打。你不要干扰我们这一队嘛，对。我没有实力，我只有两力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打一三五七九好。站在红线外，用吸管吹起20根蜡烛，失败就会由魔王丢下树尾呀，哎呦喂呀！看看艺人上去迎接下季的样子，其实他是很困难的一关呐。当做示范好了，一口气要把这20根蜡烛吹。没有一口气啦，20秒，一口气啊，20秒之内，最后一个怎么会吹得到你短槽啦？20秒之内，计时20秒，预备备，计时开始。第三根特别顽强啊！那是整人玩具吗？大家，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，好，接下来换你来取悦他们了。没有，我要换，千万别人来。好，取悦工作人员。好，首先我们派出啊，极有可能过关哦，不要觉得他很逊，我们要派出夏信惠。你们头号战将，你只要你过关了之后，就燃起所有人。我还一直走，他一直叫我第一个。夏信惠，我个人以一个已经玩过的那个前辈跟你讲啊，怎么样才会过？怎么样才会过？吐口水。